刚刚是不是从拍 MV 的现场回来？就是说啊，所以现在在，现在在做手工，手工签名。是的，你知道，身为一个歌手，能够签很多名，其实是应该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那表示有人想要拥有你的签名。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加工厂。阿龙，是的，很久没有签了。然后，你知道，本来之前一刚开始签的时候，发现很久没签名，然后觉得自己名字签得很丑。还好现在多签了一些，已经开始比较顺。对，就是我们很希望在这么纯洁的那个封面上面，我们的签名还是可以很帅气。不要污染了这个帅气的设计，直接画在他身上，直接帮他画大好了。你说他的胸肌？你是说他妈妈最在意的那个吗？他的名字叫七公分。这现在应该连七公分都还不到。他妈妈一直很在意，哭，就是为什么他的小朋友？那画儿就是好像不是很雄伟。妈妈要我们把它打大。不过他年纪还小啊。啊，想当初，想当初他爸小时候应该也。我小的时候，我是没有什么印象啊。你这一堆都是一起的吗？对。一起的吗？对，他贴的是这种胶带。刚刚龙哥说很久没有钱了。是啊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知道签名，其实你有时候写中文字写久了会觉得那个字不像那个字，所以我其实有点那种感觉。然后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有常来签，然后后来最都已经忘记该怎么签名，所以一开始拿到要签名是签的 KK 的，不过越来越顺了、啊。但会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签下去，又会开始觉得自己的字很奇怪，就是一种很妙的感觉。就是因为我们的封面是。很特别的纯白，所以是希望我们的签名可以在上面有一种图案的效果，不要坏了我们这么完美的设计。